又吃一包，有发烧再过来。谢谢。我以为如果有热情，有成长，有理想，最后总会被了解，被培养，被奖赏，怎么诚实像战场，充满痛与伤，好像终于能容忍，能顽强，能埋藏，心里还是很孤独，很迷惘，很悲伤，不再笑得像太阳，有啦，
我在这边交很多朋友，很多。妈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已经很会洗头了，很厉害。下次回去我一定帮你洗。好，我一定帮你洗哦。好了。我什么也不怕，只怕想家。武装的冰冷越上温热就会融化，就算曾被责骂，现在明白是心疼啊。大学生啊？对啊。加强吗？可以啊。要再用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你什么时候有休假？这个月休完了。哦。你今天要护法吗？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我们待在后面护法。吃一包，有发烧再过来。谢谢。我以为如果有热情，有成长，有理想，最后总会被了解，被培养，被奖赏，怎么诚实像战场，充满痛与伤。终于能容忍。